看看，这个是柴斗啊，你一进来本来还在那趴着，就立马起来让你去摸摸它，特别粘人的一个狗狗啊。咦，你看毛的白度呀，腮毛都是非常好的，毛色属于这种赤红色的。你看它的狗，来来躺下，你看这一只吃的多硬，你看到没有？天哪，看到没？一拱一拱的，这尾巴都小天线竖起来。这个估计是真的饿了，在这，你看还吃，这俩都睡着了。你看这个躺在他妈妈这个狗腿上睡的，你看肚子大的，哎呀，做梦了，还小腿一挠一挠的。看看今天的话都是第三天了啊，看看有没有变化，体型是不是比刚生下来要大好多？刚一开始也就这么大一点，你看现在长到了那么多。毛色呀，包括它脸上的黑色素也跟着退了很多。刚开始这都有那个黑色素啊，你看现在头上的黑色素都没有了。哎呀呀呀，你看打哈哈呢。哎呀，小舌头还吐着，真的是太萌了啊，吃的老肥了，看到没？狗妈妈的奶真的是非常好。给，你看你一放下，它立马要帮它拍。你看它俩又去抢去了。这个是个弟弟，你看力气真的很大，你瞅瞅。跟小狗刨，哎呀呀，脾气真的太大了。你看，摇头晃脑的啊，拿到手里边，都不想让你动。今天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啊，你看，真的是摇头晃脑。给，给你找一个奶吃。哎，对了，吃上了。好了，这次三只都吃上了，你看看。哎呀呀，这个翻车了。得。哇天哪，看这个吃的，这个小嘴一裹一裹的，哎，不啾不啾的，吃奶的声音真的好大。这个都没找着，哎，在这儿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躺好，来躺下，他老是想去给他们排便，让躺下好，让他吃一下，你看他。四仰八叉的狗妈躺着啊，一脸享受的让那些小狗在吃奶。嗯，你看它的奶真的超级好，很多奶水啊，把小狗养得肥肥壮壮的。你看它的精神状态也恢复了很多，好好的让它带着它的小狗。后期的话，咱们会每天更新的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话就拍到这儿，下期见。